一个鸡蛋，就是一个煎蛋，然后土豆丝，土豆丝也要，再来一个蟹棒。我现在在西北角啊，西北角这边其实有很多天津的特色小吃，尤其是早点非常的丰富啊。今天早上到这边是要吃一个小贩推荐的大饼卷圈，说是味道相当给力，现在我打算去试一下。好多人在排队啊。东西还挺全乎的。另外给他加一个，对，鸡蛋放点加一个那个，加一个里脊，我吃它不吃它不行，熬这里头就是豆芽、粉条、面筋、一会儿再搁下，光加一个里脊是吧？还有那个酱豆腐是吧？没有酱，我们是秘制的哦，我们特制的酱，你们自个弄的酱，自己自己配的，两块明虾里脊，六块，想看就行了。三套啊！您这用的是什么皮儿？豆皮儿。豆皮儿。哎。多少给要啊？都要都要。我给您这。好棒！藕片没有，卖没了。咱俩加水，咱俩加水，就上那里买啥吧。要吗？半个香酥鸡排，然后一个卷圈，多少钱？都要。好嘞。咸菜辣的。要。行，那下午我去吧，行吗？还是找弟弟吧。买完了，要了半块鸡排，一个卷圈，然后这一套一共是7.5块，来一口啊！它这个鸡排还挺厚的啊。鸡排有两种，一种是老味的，然后一种是香酥的，这个是香酥的。上面这个是卷圈。一咬下去，里面的豆芽包括那个酱汁就爆出来啊。人非常的多啊，其实我到这的时候才7点多，已经排了好多人了。他们是早上6点出摊，基本上大部分人都是卷圈，然后再配个鸡排或者配半个鸡排，很大一套啊，非常的瓷实啊，感觉这一套吃完了中午都不太饿的啊。然后加了一些孜然辣椒面，还有蒜蓉辣酱，一点咸菜，整个味道起来还不错啊。天津现在卷圈其实大致分为两种，一种就是用这个油豆皮或者这个绿豆皮卷起来，卷成很大一块，然后切成小块的，两边再封上那个面糊下去炸。然后另一种是直接用那个春卷皮，那个是不用封面糊的，直接就是卷完了下去炸。那种吃起来的表皮它会比较脆一点，然后这种的话热的外面是脆的，然后里面的豆芽它不会塌，里面它那个酱说是秘制酱，其实我感觉应该是一个麻酱加上一个酱豆腐，然后调了一个酱，对，整个酱的味道吃起来还不错啊。大饼卷圈包括大饼鸡排其实我吃过很多，这家的味道确实算还不错的，
然后人也确实非常多，开了15、16年了。有没有吃过的小伙伴，你觉得怎样？